你从这儿搬出去，有什么损失我来负责。我为什么要把我工作室搬走啊？我是来通知你的，不是来跟你商量的。我会给你找新工作室的地址，你只需要搬过去就行了。迁出那边我会给一个理由，你就当帮我这个忙吧。这是我的工作室，还由不得你在这里说搬不搬。医生，停车。你想吓我啊？这次我绝对不停车。喂，公，你们很不讲道理。车是你自己上的，又不是我强迫你。公哦，公总，好老板，你就饶了我吧。那个莫娜，她回家了。回家了？那我也要回家住。不行。为什么不行啊？为什么莫娜可以回家，我就要和你住在一起啊？因为她是莫娜，而你却是想念。哎呦，疼死了！小念喝多了，你过来接他。什么？石小念？是不是石小念打过来的？啊，走，抓他去。石小念，石小念，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？喝多了，又喝酒，每天都睡觉，像个猪一样。快起来，我有事情跟你说。米生，你输了，你得愿赌服输。来来来来，喝多了，你别喝了。啊，陪我喝酒，你输了。走了走了。酒，你不让我喝酒呢。走。石小念，谁让你喝这么多酒啊？你不能喝，你就别喝这么多嘛，馋死了。石小念，我喜欢你。给我酒，给我呀，给我呀。反正我说完了，听没听到都不怪我。每次双手紧扣，心肠也较量，不再衡量现实与理想的重量。你是我的一念虚。
石小念，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么清新脱俗的睡姿？你是来搞笑的吗？